2019年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今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展会汇集了来自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家展商参展，展位面积3万平方米，创历年之最。这个老年智能防护气囊腰带可以在100毫秒内进行预判，并瞬间触发安全气囊，为老人提供髋部保护。那很多老人家都是变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摔了，摔跤之前有一个预算法，我们能阻止到你人快摔跤了，然后会弹出一个气囊对你做一个保护，